中国男星朱一龙2018年以电视剧《知否》因斥绿肥红瘦打开知名度，去年更凭电影《人生大事》拿下第35届金鸡奖影帝，人气持续水涨船高。而近期朱一龙正在拍摄电影《夫妇得正》，然而18日剧组突然发声明透露，朱一龙在17日拍摄动作戏时不慎受伤，伤势位于额头，当下已将朱一龙送往医院及时处理伤口。剧组也郑重地向朱一龙道歉，并表示等朱一龙休养完毕后才重新拍摄。对此，朱一龙的工作室也转发剧组声明，工作人员在送医过程中全程陪护，望粉丝不要担心。不过据悉，朱一龙并不是第一次为了拍戏受伤，过去拍《人生大事》时也曾眉眼间刺伤，缝了六针，但当时他并未对外发声，甚至隔天还继续拍摄。因此这次突然发声明，让粉丝都担心这次的受伤程度并非对外宣布的那样啊。